近日，李晨在某节目中曝光了在北京的四合院内景，介绍称这是比较有特色的四合院，前不久还特别翻新了一下。李晨的妈妈也首次正面出镜。据悉，北京的房价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地方，而李晨的四合院又坐落在城区中的城区，位于北京二环内。如果转售出去，有网友表示目前的价值或超9亿。